真好看，来，啊，拍视频吧，投视频之前咱俩把视频拍完，行吗？干啥不干？你说拍这么多视频，就说偷喝水，啊，人家都说我没有正能量，你懂吗？就说偷喝水就没正能量，我还拍啥呀？你木乃伊都没喝着吗？人家不管你喝没喝着，你就是偷喝水，就说你就造，就说你作死呢，你活不长。我图啥呀？我拍个视频，我还让人一顿喷头，干啥不拍了？以后我也不拍了。哎呦，我以后我就看这小美女，咔咔咔，我就给她点赞得了吧？看什么拍什么视频呢？哎呀，这粉丝说话这么管用啊、哦？这么难记的饮料，然后现在都记了。啊，肯定的。你要发毒誓啊、哦？我发不是发毒不毒誓没有用，毒誓没有用，你就看我表现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水你拿走。啊，这水我拿走。我不喝了。还得是粉丝鞭策你呀、啊，这小甜水说记咱就记了、啊，这么厉害呀？是这么厉害啊？以前咋说也不行啊！行了，干啥？别晃了，别晃了！你再晃，你没有气儿，这咋喝呀？没有气儿、啊？什么？啊！你不是不喝了吗？不是，我就说这你们喝不没气儿吗？哎呀！